们也有骑车吗？这是我的车，噔噔，对，我的车是白色的 GoGo 绒。嗯，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一下有关摩托车或是机车的中文吧。嗯，首先我戴的这个是安全帽，对，安全帽，安全就是 safety 的意思，帽是帽子，帽子的意思，好吗？好，那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叫做坐垫，所以坐就是坐着的意思，然后垫呢就是 cushion 的意思。好，坐垫。然后这个，这两个是后照镜，后照镜，镜子，镜子就是 mirror 的意思。那后，因为你是照后面，看后面，所以叫做后照镜。然后我们前面的轮子，轮子叫做 wheel， 然后因为它在前面，所以它叫前轮 front wheel， 前轮。那后面的呢？你们觉得呢？对，就叫做后轮，后面的轮子叫后轮。好，那这个东西就是你们看这个 tire。就叫做轮胎，轮胎，对，所以如果你的 tire 有问题，你可以去机车行，然后跟老板说我的轮胎有问题，对。然后还有这个，这叫做车灯，对，车就是 car 对不对？或是你的机车的车，然后灯就是 light 的意思，所以车灯就是。Light， 还有，这里就是钥匙，这个是钥匙，对不对？哈，钥匙。那这边放钥匙的地方就叫做钥匙孔，钥匙孔。还有很重要的，这里这个是刹车，刹车。所以一样，如果你的这个 brake 有问题，你可以去机车行，然后跟老板说我的刹车有问题。好，那另一边这个就是油门，油门。好 ，OK， 最后这叫做车牌，车牌，对，车牌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，拜拜。